次的，给我们指导，谢谢。啊，林理事长，还有我们今天，其实我是满怀着这个敬仰，然后满怀着这个希望，那么要赶到这里来，听取蔡林良师兄非常精辟的一个恭敬的分享。我早上搭9:40的高铁桃园，然后10点就到台北，然后就去买这个台北到基隆的车票，然后在夜买，就一直等，那么等到大概这个10:40左右才有车子，然后一台车跑来到高，跑来到北港，然后坐电车都多少钱时间？那么也很好，运气不错，还够安尼想也不会丢。还看到蔡林良师兄，然后在台上，总算赶上了，虽然只有几秒钟，那也算不虚此行。那么，我今天来跟我们北部8个县市所有的指导员、各位师兄师姐，能够在这里，在聚会，那么我个人非常珍惜，因为这可能是我担任总会理事长最后一次跟大家这样子碰面，因为我一眨眼8年总会理事长的任期，到今年的11月就届满。所以我最近是抱持着一个毕业旅行的心境，那么到每一个县市去跟所有的师兄师姐，那么这个道一声再见。但是这个所谓的再见，应该就是还有机会再见面的意思啊，所以这一场也不意外。那么尽管是我理事长任内最后一次跟大家相聚，但是我相信蓝绿方场后面有期，尤其我今天呢，其实完全就是抱着一种来跟这个蔡林良师兄表达我们的尊敬跟感谢的意思。那么师父跟祖师爷啊，也给我做了很好的安排。我刚报告过，总算是在他演讲结束的这个半分钟之内就赶到，那么总算是有缘。那么虽然我没有机会可以亲自聆听，但是我赶快在旁边这个偷偷的打听了一下，听说非常的精彩。那么其实我从民国68年拜师以后，蔡林良师兄就是一直是我们外丹宫里头的标杆，我们的典范。他是第一个进入第二届，也就是第一个开始以气练习，把外丹宫从第一届大家出军，那么带入第二届。那也因为有蔡师兄，他进入了第二届，所以师父才传出了第二届。那么一眨眼也已经过了30几年前，蔡林良师兄带着可以说全世界的外丹宫的师兄师姐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那么我相信30几年下，他的境界应该高深莫测，所以我今天来是特别表达对他的这一份尊敬。除此而外，我也对他要表示非常的感谢。我接了外丹宫的总会理事长以后，那么
因为早期外丹宫有一些大家的师兄姐之间，特别是这个最年老的这些老同道，那么大家似乎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一直没有化解。那么在我担任总会理事长这段期间，蔡连长师兄从第一年，他就跟我们谈，他就到导演去参与我们的活动。我最欣慰的事情就是这八年之间，那么外丹宫大家都回到了这个大家庭，我也很期盼蔡连长师兄那么能够在我卸任之后继续的关怀外丹宫这个大团体，那么继续的来指导我们未来的外丹宫所有的传道，千里万里这个表达我的尊敬和感谢，那么也期盼大家能够有机会提升外丹宫的境界，特别是老实讲要提升必然要有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自我的精进不断的修炼，就是要精进，另外一个因素毫无疑问一定要有一年，所以啊，我也希望各位能够把握住这个一年。那么其实外丹宫老古道30几年下来有很多很多你看不出来，那么越有修为的他们是越念念越含蓄，所以如果各位能够虚心虚怀若那么好好的去举例的话，那么可以在很多很多的老同道身上找到很多很多非常珍贵的妙法，那么各位可以因此能够提升。那么所以除了跟大家相提共勉，就是自我的精勤不懈不断的勤练之外，那么找到好的一面，像碰到蔡连长师兄能够千万不要放过，这是外丹宫要提升的不二法门，祝福大家，谢谢大家。